每次来人啊，如果里面的门是关着的，就是叫破喉咙都没人听得见。于是我在大门这里安了一个无线门铃，它不需要布线的，直接贴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接收器插在家里的插座上，来人的时候按一下就能听见，门铃的声音又大又清脆，也不怕听不到了。这个无线门铃我买回来了啊，来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带了一个说明书，买的是个黑色的，看着逼格还挺高的。这里面呢是一些这个小零件啊，这是个卡贴，可以贴到这个门上。好，现在咱去试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。我现在得把这个东西给它插到这个插排上，然后呢咱就在这个门口的位置试一下啊。可以啊，这个距离的话肯定是没问题了。那它这个无线的对长的距离是有多少啊？咱现在出去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咱来户外试一下啊，给它插到这个插排上，然后找了一个同事，然后呢跑一段距离试一下啊。好，这个距离的话可以啊，还可以再往后走一点，这个距离也可以啊，还可以往后。哎，这个距离也行啊，就大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吧。这个距离的话住个别墅的话也够用了，可以推荐。